二十大精神关系到国家与香港的未来发展，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，更关系到一国两制的行稳致远，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。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强调，一国两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，是香港保持长期繁荣稳定的最佳制度保障，必须长期坚持。香港回归以来经历过多次的挑战，包括亚洲金融危机、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，面对非典疫情、新冠疫情，每一次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都能战胜风险，浴火重生，始终保持固有的优势，经济向上发展。未来五年是香港开创新局面、实现新飞跃的关键期。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，香港既有机遇也有挑战，但是我们必须把握大势，提升自身竞争力。借此机会，我希望向大家提出三点期望。第一，大家必须要深入理解二十大报告的内容，例如有关一国两制的重要论述。报告从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，深刻总结一国两制实践取得的历史性成就，系统展述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新理念、新思想、新战略。我们要把一国两制这个好制度长期坚持下去，就一定要准确把握一国两制的在新时代的精粹要义，并加以准确贯彻落实。第二，你们都是香港社会不同领域的翘楚，我期望通过你们的推动，将学习二十大报告的工作辐射出去，带进你们所属的界别、社会不同的层面、不同的阶层。第三，在宣扬二十大精神的同时，大家也应该在各自的岗位上继续发挥力量，合力发展经济，推动创新，改善民生，团结奋斗，为国家创造历史伟业，为香港谱出由积极新篇章做出更大的贡献。